民众在民调中看到民进党的民调数字，吓了一跳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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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民众在民调中看到民进党的民调数字，
浓烟不停飘散，屋主眼见自家阳台着火，吓得赶紧拿起灭火器喷洒，因为怎么也没想到会因为陈其迈扫街经过家门前，让他莫名遭殃。他凶狠不凶狠啊？凶狠的凶狠啊！难道半跑了？他多少瓦？他多少瓦？我要提醒他们再注意一下。嘴上说会请支持者小心一点，不过车队继续往前开，街道旁的鞭炮、冲天炮依旧摆满满。炮竹烟灰几乎都遮蔽了陈其迈的脸，就连帮忙站台的陈菊也频频拿出手帕捂嘴，扫街拜票最后演变成火警，连消防车都出动，还真的是很少见。记者林真彦、孙莹、苏一欢高雄报道。